所以以后起名字啊，真得小心点，说真的，真得悠着点。像我觉得我这个名字起的吧，就有点问题，说真的，尤其在这英语里面。冒着字儿啊，欢迎大家收看本期视频，我是张好。那本期视频你们俩来跟大家说个好玩的事儿哈，你说的这个中国人为什么要非要起个英文的这个名字？哎呀，我看之前有一个人讨论说中国人为什么非要起个英文的名字，哎呀，咱也不懂，说真的。不过咱这些年带学生见到了什么英文的名字，我觉得离谱的都有。有英雄联盟里面英雄的名字都出来了，好家伙。有一个哥们儿叫，有一个学生叫盖人，好家伙，我心想好家伙，就什么样的名字，还有什么女神，还有女生叫李安娜的。啊，真是这个起英文名字真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非要叫个英文名字。反正我也没有用过英文名字。因为感谢老天爷，真的，我这个名字比较简单啊。我知道大家可能三个字的复姓四个字的英文名字，那汉语拼音非常难，什么这啊巴拉巴拉啊什么的，那老外真是念不出音来。那我这简单呀，对吧，我叫张涵，那你我这个 first name 人叫我叫涵 ,H-A-N, 对吧，涵 H-A-N。所以以后起名字啊，真得小心点，说真的，真得悠着点。像我觉得我这个名字起的吧，就有点问题，说真的，尤其在这英语里面，你看别人怎么叫我韩，对吧，他知道的，他叫我韩，对吧，人家还叫我，人家有人问我，我说人家问我说 How you pronounce your name, 你怎么发音这个韩，我说 H-A-N 你不知道怎么发音啊，他说我是不知道怎么发这个重音，我说取决于你现在心情，你要想过来吼我就是韩，对吧，你要是想正常点就是韩就可以了，因为他是个张嘴音，韩你看他没有闭嘴音，韩，对吧。就这名字啊，有时候也挺离谱的。大家去星巴克，对吧，美国的星巴克，我不知道中国的星巴克干不干这事儿，我不了解，我也不说什么。美国的星巴克他问你名字，对吧，他问你名字，有些店员的名字还挺有创意的，他问你名字，他每次都是 I guess your name sir, 我能知道你的先生，我能知道你的名字吗。首先还有一点就是怎么知道自己老了呢，你就看那些美国那些店员是叫你啊，就比如说 Can I get your name, 是叫你男人还是叫你 sir, 叫你 sir 的时候，先生的时候，说明就是人在人眼里就上岁数了，这种感觉似的，或者一种尊称吧。然后Can I get your name sir,哦，我能得到你的名字吗，星巴克都这么干，对吧。然后我就跟他说好啊，对面那个小姑娘，上次就是在小就在坦屁就在日中的那小姑娘啊，Can I get your name sir, 我说好，然后那服务员哈，我说哈，然后服务员哈，然后服务员哈，我当时就觉得要出事儿。过一会儿，他因为他写杯子上啊，我这没有星巴克杯子，他给拿个笔写在杯子上，对吧？结果，假如说这杯子，他把这名字给你写在杯子上，对吧？他就写在杯子上。结果过一会儿，我去拿那个，我看，我也没指望他叫我，好吧？我也没指望他叫我，他有时候也叫名字。我就因为没多少人，我就看他，我也很简单，就 ASMR, venti ASMR kind of, 就是冰的冰美式大杯就完事了，解决问题，咖啡对我来说就解决问题。我也不喝什么那稀奇古怪，之前什么 pink drink, 好家伙，好像什么粉色的饮料什么，看了我就觉得有点奇怪。我每次就看他做完一大杯冰的美式，我过去就拿。我一拿，我一看那杯子，嘿，好家伙，您猜怎么着，那杯子写了个哈哈。你说你们就说离谱不离谱吧。我跟他说我叫韩，他说韩，我说韩，他说韩，我说韩韩，我说他那个背上给我写个哈哈。N 去哪儿了，我这名字是 H-A-N, 他给我来个哈哈。我当时心里心想的是哈，真是哈哈你妹，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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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真是。唉，后来我学聪明了。后来人家一问我 Can I get your name, sir? 我就告诉他 King,国王，我就告诉他 The Legends, The Legends, 对，瞎编一个。你跟他们说，你说 What's can I get your name sir, 韩，
然后他哈韩哈韩韩哈，背到写个哈哈，啊，这就是真事儿，真就这我，而且这事儿有一次也差点出事儿，一次在日宗的，另一次也在日宗的，但是在两个不同的店，也是差点，那个是没在杯子上写个哈哈，结果那个在杯子上写个 H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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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哈哈哈哈哈，好家伙，这是写杯子写名字写出颤音来了 ，H A A A N。哈哎呀，以后我就想想改个名字啊，加个 B 口音啊，比如说 Han the Legends the King the whatsoever whatsoever， 然后再给他起个名字。好，哎呀，我每周五涨的免费的咨询谁来讲联校呢，可以给我发一种 first name 到 last name， 还能记得搞上微信联校 PCMC HS PCMC Ari PCMC JNJ。 以上本期视频呢，我们下次再见，拜拜。Millions of Chinese students learn at business schools across the U.S. What does this mean for them? Is it about learning and experiencing life? Or is it about personal growth and reaching career goals? Either way, there are both opportunities and risks.At Hennessy Consulting Group, we understand the underlying risks and possibiliti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we employ scientific methods to unleash their potential. We work with students who are confident enough to see challenges as opportunities, who spend their time learning how to build their careers for a brighter tomorrow, who share tears and smiles, worries and desires, achievements and prosperities. At Hennessy,We support global talent's active success, and it's time for you to rise.